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任光熙叔叔？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他身上有爸爸的味道。梁慕成六年前在圣德大学卖便当。对吧？卖便当啊？在干嘛？哎，娟娟，哎，不是我跟你讲啦，我哦是无啥赞成伊甲阮后生做伙啦。啊，不过这个查某囡仔哦，讲起来嘛是真乖嘞。伊安尼哦，无亲戚朋友照顾。阿公安尼生一个囡仔，做个未婚妈妈，单亲妈妈啦。唉，看到真唔甘啊！我会记得哦，伊六年前啊吼，要生囡仔迄天哦，啊哦派一个不到差尔尔大哦，就来阮厝哦，讲要找华托爷哦，带伊去病院啦。啊，迄天的雨哦，就亲像安尼哦，哈尼大，哈尼大，爱派一个不到。还搁伫哭哭干呢，伊甲阮华托爷讲吼，讲伊一定爱甲囡仔生落来，伊袂当无一个囡仔。啊，结果嘞，囡仔生落来，糖尿病，看到我唔甘呢。阮哪知，伊梁慕成哦，伊拢无讲出来哦，阮看到哦，搁较唔甘啦。一直看就是哦，伊袂放心啦，伊放袂落小女因爸爸嘞。我吼不爱让伊跟阮华托爷做伙吼，是因为我看会出来吼，伊同款阁遐尼啊爱小乐因爸爸啦，我看会出来啦。既然是这样子，那为什么分开？还猜？我跟你讲，阮华托爷是甲我讲啦，伊讲哦，小乐因爸爸若回来哦。梁慕成嘛，袂甲接受啊啦！小乐，你怎么啦？我想先回家躲债。为什么？你不等慕成一起走吗？我想先回家啦，我想先回家，我想先回家。哎，小乐，你怎么啦？你干嘛要哭嘛？我因为关系叔叔在这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任光熙叔叔？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他身上有爸爸的味道。小乐，任光熙叔叔要去跟别人结婚了，他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小孩。可是你还有我打财啊，以后会陪你一起骑脚踏车，一起吃饭。一起去上学，会永远的陪着你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我知道没有达到星球，我真想要许愿。我希望关系叔叔在这里，雨天下大雨淹水，让关系叔叔生生不能动。